大家好，那其实哈说这话呢是不够负责任的，我承认了，这个也是叫打倒一片，对吧？这真的是不负责任的。但为什么用这个标题呢？因为在在我的经历中，百分之九十是对的，这就是我说的哈，我们是人生游戏哈、哦。 我们都有自己的剧本，啊，你说扯淡，你们这种人对吧？整天就胡说八道。你请相信，我就是胡说八道，对吧？你不喜欢可以不听，对吧？我就是个胡说八道的人。那我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大家都知道了，我说的是日干，那么我们十天干，也就是说癸水难。 它是占了十分之一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们假设它都是相等的人数了，十分之一。那为什么不能嫁癸水男的天干的人？呃，我以前说过，说过很多，说癸水呀、啊，自阴啊、哦，自阴。既然它是自阴，它是适合女的，它不适合男的。 那么，如果是男的，那么这个男的是很阴，我们所谓说的很阴的男人。那么，你绝对不会希望你的另一半男人是很阴的，你我相信你不会喜欢，对不对？男人呢是阳光一点，对吧？阳光一点，对吧？哎、呃，呃，不要那么计较，对吧？ 不要那么阴谋阴谋诡计，对吧？不要那么阴谋诡计。有些人说不会啊，我觉得很聪明啊。是啊，他很聪明，他可以去玩弄别人，他可能去玩耍别人，他也但是他也分分钟会对你是这样子啊。有些人头铁，他不信，他很爱我，对吧？他对我绝对不会这样子，也有可能的。我不是说百分百的。我等一下会告诉你是哪一些鬼水的男的，你特别要注意。 哪些癸水男的可能还好一点，对吧？但是我可以跟你说，癸水男，你能避啊、哦，你最好就不要投投铁哦，就避。这是我给你的劝告哦。那你说，你这说太武断了。嗯，就是这么武断嘛，就是一样的道理嘛，就是人家医生跟你说的，抽烟有害健康。 你你你头铁，你说我爷爷抽烟活到九十九，你那是是啊，没错。但是医生有说错吗？他一定见得多了，他才有这种感觉，跟你说了。我按照我们易经来说，癸水是制阴的了，他适合你的不是很难的了，对吧？正如我一直跟大家说的，女人是哪两个日干，婚姻一定不好啊？一个就是丙火，对吧？ 一个就公斤日主，女的哦，女的，不利婚姻，对吧？百分百的，啊，基本上是百分百的，对吧？那癸水男人，这也就是我们都有自己的剧本的你信不信的好了，随便你了。剧本就是确定的，这种男人就很阴的。我再说，有不是说百分百哦，但百分之九十都是这样的。好。 我现在来说一说为什么我们在大五行里面啊？有人家说大五行啊，大五行里面，我们都知道，中国人都知道金木水火土，对吧？其中金水为阴，好、啊，木火为阳，土分辰丑为湿土，比较阴。 胃虚为阳土，为干土，为阳土，它是比较干、比较阳，这就是这这人区别。所以，当一个癸水男人八字里面金水多，木火基本上没有，那么这个男人你看都不用看，一定是阴。 诡计多端，而且这种人，啊，我们还说过、啊，说过，就说你怎么看一个人是正邪，或者是好人坏人，怎么看？当一个人八字里面木火比较多，他一定是好人、善人。当一个人的八字里面， 金水比较多，特别是完全没有没有木火，这个人基本上不会是善长，不会是善人，啊、哦，不会是善人，这就是最基本，啊、哦，这就为什么要跟大家说合婚，好，我给大家看一个八字，这就是我前几天客人刚找我的。 啊、哦，他呢要离婚，因为家暴特别严重。然后呢，这个男的，你快走啊，对吧？全家灭，放你放话了。哦，所以他不敢，也找帽子叔叔找过好多次，没用。这是澳洲的哦，不是中国的，没用哦、啊。大家澳洲是。 澳洲的法律是防君子，不防小人，哦，没用的哦。其实国外的很多东西是大家大家会理解不了的哦。其实国外的很多法律什么东西真的不好的哦。有人家又跟我说了哈、哦，什么哎鼓吹西方的、啊、好西方在我看来西方并不好哦。我在澳洲二十多年，我在美国生活过一年啊。哦 我现在在新加坡生活哦，我已经国外我已经见多了，国内我也见多了。我很很坦白说，我觉得国内比国外好一百倍哦，特别是对我们普通市井小民，对我们普通民众来说好一万倍。我不是随便说的哦，我毕竟是见识过的，我也经历过的哦。好，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哈，假设，甲克。 一个学校里面，在厕所里面，某个女学生发生了什么事情？在澳洲，校长是没事的，基本上是不会有任何责任的。你在中国，你试试看，教育局长都可能有事，对不对？要负责任的。再给大家说一个很搞笑的东西哈、哦，搞笑东西，在澳洲，保安看到有违法行为，不管是什么行为了哈，偷啊。 抢啊打、啊！保安是不能上前去治自己,自己哦，不能上前去治。那你说你做保安干嘛的？保安是要报告，或者是哦，或者是这样而已哦，或者是这样的而已。但是他不是上去的，因为他们的责任，他没有那种责任，他只是看。 而不是制止，也就是说，有人家去偷东西，他是没有权利去追的，他要保护他自己，他最多就是啊、哎、记录观察，然后打个报告去报警。你不觉得很搞笑吗？是不是？就就这个事情，我跟很多同很多朋友分享的时候，我很多朋友他理解不了啊，很搞笑。说这东西，大家不要老是说什么外面的世界有多好。 外面当然有一些是好的但是总体上来说，在我眼里面我我，我不觉得嚯，我我不觉得嚯，我说心里话，我觉得国我们国内就是更好，对吧？更好。好，我们说的这个哦，不要说其他东西，就这个这个八字，大家发现有有火吗？是不是完全没火？ 那个甲木死掉了，对吧？因为金水这么旺，死掉了，泡水泡都泡死，对吧？而且又金这么多，八字只有金水一片，是不是金水一片？癸水呢？这种男人，你要是合婚前找我，你就不会上这种当了。这种男人能嫁的吗？你头铁你就嫁了，或者是说你觉得我能够游刃有余？ 对吧？我在玩弄男人，我是要得到他什么东西而已。你就只觉得你自己聪明，你的聪明一定能够比他聪明，比他诡计多端。这个八字完全没有一点点阳气，也就是说，没有一点点的善良之心。他绝他说绝对说到做到的。 他说这个他是绝对敢做得到的，这个八字百分百的，他绝对不是吓你的。所以你信不信？你投铁，老子就是要跟你离。你看看是不是最后是怎么样？这个八字绝对说到做到，因为他没有一点点恻隐之心的人，这个八字绝对没有的，我敢说保证没有的。所以不要投铁。 人一定要认清自己的剧本，认清结婚前认清对方的剧本。我不是说笑，我也不是吓你。在这一行，我做了二十多年，我每年看一千一一千多个八字还不止，绝对不止，几千个八字。你来跟我说，你不信，你爱怎么信就信，不信就就别看我的视频就好了。 对吧？在这一行，我绝对是有资格跟你说，是不是真的，是不是假的。所以鬼水难，大家记住了，对吧？当你遇到鬼水难的时候，你最好找我看一看，要不然后悔都来不及。现在要走都走不了的呀！说他找我布局啊，现在。那这又说回来了，有些人说。 能拆十座桥，不拆一一桩婚呢？那这样的婚，你帮他拆，你到底是做好事还是做坏事？所以有时候不要不要老是拿一句老话来说了，老话是很多的啦，对吧？一时候就叫你要坚定自己的信念，另外一句就叫你说什么“事实务者为俊杰”，都是什么时候都是他有道理的了。 那这样的话，我帮他要是搞定这个事情，我是救人于水火了，是不是？他这个男的把不仅是把他打了，把把那个女方的爸爸也打了，家暴的呀，那怎么办呢？你澳洲的法律不会保护的呀，他只要他没有一天真正的做到这个这个事情，对吧？警察是没办法的呀。 你说哦，当然有，澳洲有这种对吧？有屁用？那是防君子，防君子不防小人。哦，我再说一句话，有些人他就会觉得，哎呀，日旺哥你不懂了，哎，你错了，我怎么会不懂呢？我的客人中有多少是在离婚的呀？我怎么会不懂这些东西呢？对吧？就像有人家说的，什么做那个呃，做试管婴儿。 我怎么会不懂呢？我多少客人在做呢？不要不要当我是就我也只能笑他们了。不要当我是农村里面算命的，好吧？是不是？所以呢，注意一下大家哦，这个这个这个鬼水难呐、啊，大家尽量小心点哦，尽量能够避开就避开哦。好了，谢谢大家。